我好鍾意魔術，因為我實在好享受喺舞台上面嗰個感覺，帶到好多神奇俾好多觀眾，亦都係令到我建立好多咗自信心嘅。每一位朋友，無論佢係平時做嘢幾辛苦都好，幾大壓力都好，當佢一睇魔術嘅時候咧，即刻每一個好似變咗小朋友一樣。目標我希望可以創作多啲香港特色有關嘅魔術，譬如好似話老婆餅啊、雞蛋仔啊，大致可能係大佛啊、鐘樓啊、維港咁樣，希望能夠俾世界各地嘅朋友都知道，其實香港呢一個地方咧都可以有出色嘅魔術師。